你输了，安逸。土匪，我跟你比，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我自己。这场比赛，我们没输没赢。 韩寒，韩寒，韩机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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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今天要上飞机呀，我不来找你不就惨了吗？ 要看门得有老板娘，要等安琪回来，否则这店我是不会开的。哎呀，别等了吧！哎，姚倩怎么办？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，让那三个讨厌鬼退训。你真笨，你还真的想让我来想啊？那最近忙着念书嘛，使坏，已经不太中用了。哎，让他们生病，我们可以弄一些跳蚤，放在他们三个人的寝室里，让他们得传染病。哎，好啊好啊，这个主意太好了。 可是，上哪儿找跳蚤啊？这简单呐，我们可以到外面去找一只赖皮狗，它身上总有一窝的跳蚤，嘿嘿，到时候我们要拿多少就拿多少，不太好吧？不好，那你来想啊。啊，这主意很好，姚倩啊，是不是有点危险呐？这有哪门子危险呢？姚倩，你想啊。 跳蚤我们看不见，我们要是带回这屋子里来，只怕没有传给程峰他们，我们这儿已经传了一大堆了。也是哦，我们房间香香的，又整齐又漂亮，这万一要是有了跳蚤，可就真麻烦了。哎，要不我们在他们饭里下泻药，让他们拉肚子？你可真够天才的，谁说拉肚子他们就要被退训的？ 搞不好啊，他们因为身体不舒服，好好的休息几天，我们天天在这儿上课，累得够呛。哼，凭什么让他们享福啊？嗯，对啊，像我，累得都快打瞌睡了。你还好意思说啊？办法没想出来，瞌睡先打起来了。哎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哎，看看。<笑> 给我想，想不出来啊！不要睡觉！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咦，你们干什么？吵死了！哎，你们两个烦不烦？明天还要考试呢！别打了！你没看《古惑仁》啊？考试延期了。什么事啊？总公司派人来带我们参加特殊训练。 这个说是要到校外去了，对啊，听说还有一个实习进舱呢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打我！看我的，我也要加入！哎呀！别跑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进行迫降训练。迫降训练是所有的课程中最艰难的，整个过程请大家务必要小心，只要一个不注意，随时都会发生状况。听到了吗？ 听到了，教官。再次提醒你们，懂得保护乘客，也要懂得保护自己。好了，现在分组上课。大家记住，越是处于危机时，我们乘务员必须更加镇定。太慌张的人，我是不可能录取他的。状况一，本机车轮的部分发生故障。
决定跟地面进行联络，决定用机身迫降在青岛机场。现在飞机即将降落，坐底下吧，双手抱头，两脚紧紧放在地板上，将手抱住头，然后把自己的身体稍微缩小，顶住前面的座位，这样在接受冲击第一时间内不会受伤。在接受冲击的第一时间内，请务必咬紧牙，腹部用力。状况二，迫降成功，由于机身剧烈摩擦，引起了飞机电线着火，冒起浓烟。请各位乘客继续坐在位置上，不要造成慌乱。报告机长，23G位置发生火警，现在正在掌控中。状况三，机舱发生大火，现在状况无法掌控。请各位乘客远离火灾冒烟处，并解开安全带，随乘务员由逃生门准备逃生。大家从这边走，跟我来，从这儿走。等一下，现在机翼断裂，无法从逃生门逃生，请问乘务员现在应该怎么办？请各位乘客改变逃生方向，由前舱的逃生门准备逃生。请各位乘客跟我来，快点，快快。乘风，下一步呢？带领乘客由安全的逃生门逃离机舱。那你们还站在这干什么？哦，是。哎，请大家不要争先恐后，不然没有人可以活着出去。请大家放下行李，女士们请脱下高跟鞋。我的比你飞得高。今天你说过一句，我们无法一起飞行。啊，我的风筝断了。思念会不会也有时差？没关系，别难过，长大了我开飞机带你去天空中把风筝给找回来，到时你会看到好多好多的风筝。真的吗？我们一起飞，把所有的风筝全都找回来。现在你就跟我一起玩吧。你让我把爱一点一点归还给天空，熟悉了气候才知道这不是我最想要的自由。哎，陈峰，你怎么样了？我的手怎么了？怎么会这么痛啊？你的手骨断了。怪不得我说怎么那么痛呢。乘风，你好可怜，要不是雨山撞到你，你的手也不会断。你说什么呀？是你撞到我，我才撞到乘风的。可是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是因为有人推我，我才。有人推你？对呀，我都忘了讲了，是因为有人推我，我一个不稳才撞到你，你又撞到乘风。那你后面是谁啊？我不知道，谁会看后头啊？好像是姚倩他们一帮人呢。好像是。我明白了。哎，你去哪里？你跟我一块儿来。啊。啊，安琪教官，安琪教官。嗯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教官。乘风，这一次的训练你表现得非常好。真的？那我可要好好养伤，赶快回训练中心。乘风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知道啊，刚刚雨山跟我说我手骨断了。雨山说的没有错，不过乘风，我跟安琪姐
刚看过你的 X 光片，其实你的状况比这个严重。你的手骨断了没错，可是不幸的是，断骨穿过了手韧带，刺出来，结果把手韧带给割断了。韧带也断了，那会怎样啊？你的手可能废了。这表示公司不能雇佣一个手废掉的乘务员，所以你有可能被退训。你跟我进来干什么呀？你安琪教官，程亮的伤是有人故意造成的。谁？就是姚倩，不是姚倩就是安妮，要不就是玛丽，反正就是他们三个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安琪教官，我忘了报告，我摔倒撞到雨山，雨山撞到程峰，程峰才断了手。如果我没有撞到雨山，雨山也不会撞到程峰，程峰就不会撞断手了。讲重点。教官，就是有人推有容。对对对，是因为有人推我，我才撞到雨山，雨山撞到程峰，程峰才……到底是谁推了你啊？嗯，是，我也不知道。教官，当时有人后面就是他们三个，肯定有一个人动了手。嗯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就凭有人胡说八道，你就栽我们赃啊？我说的是真话。姚倩说的没有错，你要有证据，你没有证据，我怎么惩处他？可是就这样让他们三个逍遥法外吗？我不可能凭你一句话我就拿人吧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教官，程峰，程峰，程峰，你是不是很痛啊？我很难过，我要被退训了。程峰，你不要哭了。安琪姐，程峰不能不退训吗？你告诉我，他的手都废了，他能不退训吗？可是，子欣，我知道你跟程峰的关系，但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。再说这世界这么大，他的手虽然废了，那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，为什么一定要当乘务员不可呢？可是安琪姐，程峰只有一个目标，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要做乘务员。如果你把他退训，那他的世界就崩溃了。那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？要用一个残废的乘务员吗？思贤，就算我同意，公司也不会准的。难道没有例外吗？除非他的手治好了，这就是例外。程峰，你要想开一点，这个世界那么大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不当乘务员。可我不做乘务员，我宁愿死。
你不要理我，反正我已经完了。程峰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要想想那些比你失去更多的人，跟我们比起来，你只不过是……你可以飞，你当然说风凉话。你给我滚，你走开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程峰，你走开啊，走开，滚！怎么办？他美梦破碎了，那我怎么帮他呢？爸爸，好吧，那我就只有牺牲我自己来成全他，看爸爸他能不能治愈他的手。知道你姓陶啊？啊，我还以为你已经忘了你是陶家的人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家里一切还好吗？三年不给家里打电话啊，现在倒问起安来了。哈、啊、我都觉得稀罕。你说吧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。您是手术外科专家，我想请您帮我做个小手术。既然是小手术，干嘛不找别人做呢？别人我信不过，你是专家。你还知道我的本事有用啊？啊，我还以为你只看得起那些天上飞的呢。说吧，什么小手术？缝接手韧带。嗯，是小手术，不过这个小手术非我才能做得漂亮。我想请您帮我的朋友做这个手术。朋友？子贤啊，我话可说得头里。虽然是朋友，钱是一定要收的啊。这个手术费用不低啊，你知道吗？钱是没问题的。既然没问题，我也没问题。那就这样说定了，过两天我就把我的朋友带到上海来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谁来的电话？你儿子，过两天他回上海。
件好事吗？好啊，我试试。胡先生，你是要挑选礼物送给女朋友吗？啊，是啊，我想给她一个惊喜。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款式吗？其实我从来没有选东西送给女朋友过啊，所以你帮我推荐一款吧。那你肯定要看一下我们这款最畅销的爱情磨练。这款项链啊，畅销十几年了，年年大卖。啊、这不是护身符吗？不是，要护身符的话，你到庙里求吧。这款项链啊，可是专门给情侣定的定情信物。你看，把两条项链合起来，就是一颗心了、啊。这样啊，就可以白头偕老，永不分开。那这款青岛有卖吗？有啊，当然有。这就是从青岛流传过来的。这个还在那里有一个传说呢。传说中有一对男女，戴上了这对项链，就做了三世的夫妻。你要是把这个项链给你女朋友的话，他一定会非常喜欢的，而且我们现在在搞活动，哎，还可以打折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阿姨，你不如回青岛吧，得不到的感情在边上看着也不是办法，这么拖着没意思啊，回青岛吧，啊、嗯，不如回青岛吧，回青岛吧。我知道我要回青岛。你怎么来了？想给你一个惊喜。这么闲呢？不用练车吗？我听店员说，只要戴上这对链子，三辈子都能做夫妻。你相信吗？不管我相不相信，我现在要用我手中这一条换你脖子上那一条。你怎么不问问我的想法呢？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喜生。走不走啊？嗨，普飞。Frida。怎么，你一个人的？香香呢？你难道都不看新闻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不过我对你的消息多过于他的。你想喝点什么？随便。随便什么？服务员，拿瓶 AK47 来。天哪，这个时候喝 AK47， 你怎么了？想醉呀？是啊，我今天就是想让你醉。对的，你不要看我好像表面上很酷，
其实呢，我的内心是火热的，所以我希望你今天能够好好的把握一下啊。我懂，普飞，随便你，今天晚上想怎么喝，小姐我奉陪。爸，爸，陶伯伯，怎么，要做手术的是程峰啊？是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是给程峰做手术呢？我说了，你就不会答应吗？那你为什么认为我现在就会答应呢？我当面求你，爸，你帮程峰做手术吧。就算我肯，你妈要是知道了，她不翻了天？当初你为了程峰去当什么乘务员，几年不给家里通信息，现在倒是通了。我早该知道你是为了他。爸，不告诉妈不行吗？你妈那个人呢，哪件事能瞒了她？她又不是不管事儿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医院她是天天来，来收钱。是啊，她就是不相信别人，要亲自来查账。她要问做了哪些手术，护士呢一定会告诉她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手术程峰一定要做，不然他手会废的。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。那件事？算了，说了你也不会答应。爸，只要你肯动这个手术，我什么都肯答应你。那你答应我把工作辞了回上海来。你要是答应了我，我至少可以拿这个当筹码去说服你妈。你妈那个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她要是知道这么大的事儿，她非跟我闹半年不可。爸，你这是找借口来跟我谈条件吧？这当然也有一点，你是医学院毕业的，结果呢却当什么乘务员，这不叫大材小用，这简直是糟蹋自己。我当然希望你回来了，一方面呢学以致用，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帮帮我。我答应你。嗯，那好，那我就帮你给他做这个手术。至于你，赶快回家去看看你妈吧。啊，她要是知道你回上海是为了程峰，不报了才有鬼呢。我劝你回家好好跟她说实话啊，好好哄哄她，赔赔罪，懂吗？我知道，可是程峰要动手术，我想陪他。嗨，这不用你了，我会照顾他周周到到的。你还是先回去熄火吧，要不原子弹爆炸了谁也救不了。好。陈小姐，院长马上要为你动手术，你有家属吗？必须要签着同意书才行。家属啊？ 我来签吧，我就是他家属。加油啊。我会的。喂，阿姨，普飞有没有去你那儿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喂，香香，怎么不说话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普飞昨天晚上跟我吵嘴跑掉了，一夜没回家，到现在还没消息，我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好啊，待会儿我去你那儿。嗯，拜拜。哎，普飞，香香正找你呢。你有空吗？什么事啊？
想找你聊聊。好。先生，你不能进去。江江是不是刚才打电话给你？是啊，你晚上没回去一趟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江江不先打电话给我，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你？江江很担心你找不到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犯什么错啊？你有毛病啊！你给我站住！土匪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该是我们三个把话说清楚的时候了。下车。香香，安逸，你为什么骗我？我刚才给你打电话，你还说蒲飞没有跟你在一起。我是后来才去找他的。好了，现在你们俩又成一对了。神经病！我没有发神经。你脖子上的链子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你就是为这件事情去找他的，对吗？蒲飞，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？啊？是。所以我才想知道，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根本就没有骗你。要跟你说多少回啊？我跟香香的事情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知道吗？过去的事情，那你把链子戴起来，香香也把链子戴起来，你们要我怎么想啊？啊？过去我并不认识你，怎么，你还不许我交男朋友吗？你跟以前有多好，我不介意。不过现在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不希望你跟别人还纠缠不清。安逸是你的教练，是你的好朋友、好哥们儿，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他真的当我是好朋友、好哥们儿，他就更不应该去招惹你。土匪，你说话尊重一点。我从来都没想到过去招惹什么香香。安逸，你别理他，他疯了，什么都听不进去。我甚至觉得，这次老天安排我们重逢，是在提醒我，当初我犯了个错误。好，你现在终于承认了，其实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忘记过安逸，搞得我现在好像是在拆散你们一样。现在你们又在一起了，高兴了吗？土匪，这条链子是我替香香祈福的时候才戴上去的。假如她不是得了重病，我也许永远都不会再戴它，知道吗？好，这是你的理由。那你呢，香香？为什么遇到安逸之后，你又重新把链子戴起来？因为我想他，我喜欢他，想和他旧情复燃。香香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满意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跟香香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像这条链子一样断了，知道吧？如飞，不要再胡思乱想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搅到你们之间的感情里去。
之间的感情已经成为历史了。南艺，南艺，如果你也要走，我无话可说。这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不止一次想要离开，而且从医院回来以后，我这种念头就更强烈了。不过我还是忍下来了。香香，我晕倒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你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为了我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我前一天去医院做了人流，你知道吗？人流？你怀孕了？多可笑！我怀孕了。一个天天跟你相处的人怀孕了，你居然一点都感觉不到？你怀孕了，你可以告诉我呀。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小孩就能留下来吗？你肯吗？我告诉你蒲飞，我从那一刻开始就淡了，我后悔了，我觉得我们当初在一起就是一个错误，我多想要个孩子，可是你却不肯。我现在戴上这链子，是因为我怀念跟安逸在一起的快乐日子。曼迪，看，这是程峰的手，这是手术前，这是手术后，怎么样？我接的不错吧？我爸说你要住院一天，明天才能出院。嗯。喂，我知道，知道。喂，听不见，我听不见，信号不好，信号不好，信号不好。谁呀？是我妈。嗯，这回惨了，我一定要回家，没办法陪你了。没关系啊，那你就赶快回去啊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会好好的。好吧，我明天接你出院。嗯。